主料，牛肉丸100克，芥菜15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红辣椒、大蒜、酱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自家种的芥菜去掉叶子洗净切条，牛肉丸洗净切条，辣椒、蒜剁碎，煮热油锅放入辣椒和蒜煸炒香，放入芥菜煸炒2分钟，放入牛肉丸煸炒3分钟，放入盐、酱油煸炒均匀。烹饪技巧，芥菜去掉叶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